这一堆我们身边的这六位漂亮的姑娘是现在咱们广西非常非常走红的一个由南宁力量打造的面向全国的一支宅男杀手组合 SISP 组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ISP SISP。好，来，这个他们呢在10月18号在网络上发布第一首单曲叫 Bling Baby， 发布3天就收获了12万的关注点击，一周以后单曲 Bling Baby 成为了全亚音乐榜上榜的单曲。搜狐音乐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说他们给外界无限的想象空间，赢得了众多宅男的青睐，引爆了沉寂已久的乐坛，是我们南宁的骄傲。来点掌声欢呼声欢迎他们。哇塞，很棒的。一个一个做一下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SISP 的队长子纯。Hello， 大家好，我是 SISP 的成员张真灿。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成员曼西。Hello， 大家好，我是秀雅。Hello， 大家好，我是 SISP 的成员林佑莹。Hello， 大家好，我是 SISP 成员小樱桃 Cherry， 很高兴见到大家。啊 ，SISP， 到底一个个甜如蜜呢？是什么意思呢？来，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SISP 是什么意思 ？SISP 就是 Sister Princess 的英文缩写。就是妹妹公主的意思。哦，妹妹公主啊，好，也期待你们稍后精彩的表演。心情真的不如寻常，他不一